大家好，我是枫叶。今天做一个椰汁姜黄虾仁儿，用料都写在屏幕上。把蛋清放在虾仁里，搅拌一下，让虾裹在蛋清里，这样煎出来的虾会更嫩一些。开中大火，放一些黄油，待油热了，把虾放进去，稍微煸炒一下，让黄油都裹住虾，煎至到两边微黄就可以了。煸炒一下，我们可以把姜和蒜放进去，慢慢煸炒一下，放上姜黄、椰奶，稍微煮开。现在可以把番茄酱加进去，还有盐、糖、不辣的胡椒粉都放进去，然后搅拌一下。再把已经熟了的荷兰豆放进去，再翻炒几下，基本上入味儿，我们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我，我是枫叶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